诅咒就是在那里发生的，幽灵子弹出现，所有人都要死。疑点重重的杀人谜团，冤枉啊！子弹怎么会消失？为求真相，他们决心追查到底。凶手可能想说出天意的秘密。刘青云、谢霆锋，我真想知道谁是最快的枪手。消失的子弹，未来电影台为您揭露真相。